慧、体贴、勤奋。我更有天赋一次，无尽的夸奖，只要妈妈喜欢就好。未来半年内和妈妈美好生活，就想带妈妈出国玩一下。不要，母亲节我要送给我妈妈一个礼物，对她的感谢 Dolce & Gabbana 的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礼物送给我妈妈。这是我给我妈妈准备的一个黑色的爱心包包，Viva la mamma，这个意大利语的意思是妈妈万岁。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。